是杂合大排，跟外面吃的两样的。哦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马克干饭日志。最近网友推荐我们去吃一家杭州老底子的闸口大排面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去搭搭味道。有两块大排，它这里是油炸免费价，来试一下这个网友推荐到底怎么样。哇塞！老板娘，你们原来是不是叫闸口大排面？是的。啊？南新面馆，我说大排面已经没有了，它人已经。不在啊，这个大排就是杂合大排，跟外面吃的两样的。哦，好吃。这个没味精了，很鲜的嘛，炖出来的。那个大排面也是，跟这炖没得那味，全然炖的。大排这样香啊！我这个大排不是那种无名氏那种甜的，它是咸的，鲜的。猪也酥的，但是没有像无名氏那种一定要酥个烂掉一样。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蛋挞？毛的，我跟毛吃过最杭州的蛋挞，杭州的，嗯，蛋挞也大，嗯，是不是很香呢？面好像是里面好吃，真的很好吃这个蛋挞，嗯，汤稍微有点咸，嗯。打球的吗？今天这顿融融星星面馆的大排面，虽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老底子的闸口大排面，但是味道确实还可以。他那个大排还真的蛮鲜的，他说他是没有放味精的。我们跟我们偶遇的老师傅一聊，他也是经常来这家店吃他们家的面，就说他们家其实是杭州人烧的，口味呢相对来说比较正宗，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干净。点赞加关注，下期见。哇，出汗了。把这个再别拍了。啊，改变就是改变，我没拍。拍的啊，拍的。